好，我先录制起来啊，这边。你先录。这场比赛真实大帝对阵李洛克，网络好像也没问题了，现在也一点都不卡，非常流畅。嗯，你的声音好像是不是又是突然大小了，自动大小？哎，我又没设置过，为什么会？你看一看嘛。喂，你看看有自动大小吗？喂，没有呀，好的呀。哦、那你关你就你加了几个加强啊？加了10。怎么感觉今天你的麦不是？不，刚才也没问题，我就问你。比刚才更雄伟，你这个声音。妈的！啊，那我关一下。现在呢？现在好了呀。好。你刚才干嘛了吗？没有干嘛呀，刚才我把那个调到0了呀。切！我就说你动了设置。好，这边真实大帝选择的打法还是跳死神之后直接选择跑火车 VS 下去了，以前期的压制为主。呀，怎么卡住了？你看一下你这边卡住了，有点小卡，我还是换香港的线吧。嗯，刚才不知道出了，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刚才机器一顿的，现在倒没事了。嗯，好了。其实真实大帝现在不太打那个了，我跟大家说，不太打机械化了。真实大帝是现在打生化部队打的比较多。主要是怎么说呢？真实大帝的这个生化部队，我们上一次也是看过了，的确还是有点威武的，可能。对手有点弱啊，当然也有可能对手有点弱。嗯，上来打了一个火车侠一波，跟昨天打杰农的战术是一样的。嗯，李洛克这一盘李洛克防的可能会更好一点。对，他有那个，他有毒包虫。嗯，但是毒包虫感觉稍微有点晚，稍微晚了点。我觉得这波有点危险，还有点危险。对，不一定守得住。而且关键没有预警，我感觉看到了，赶紧变毒爆，这个时候要看到了，我就变毒爆，来不及。他有三个女王拖时间，还行，毒爆出了的来倒是出得来，就看真实大帝散的怎么样了。这边对散，哎，烧掉几个，这出事了，这个。好了，关键是你刚才发现没有，真实大帝对于自己的一个运输机的保护很好，非常好。他这一招战术有点无往不利的感觉啊。好了，李洛克跟昨天杰冻是一样的呀，直接上来就打成残废。关键后面源源不断的火车在火车侠，他团成一团，你没办法，龙塔都打龙塔你都好不了好吗？对，龙塔，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围巾在这里打房子，卡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小狗过来干嘛嘛？这波真实大帝只要把龙塔秒掉，就不可能输了。你毒爆撞也没用，散的也非常的好，就跟你换这波毒爆，换完了还有四个火车侠，机器1-0，感觉很轻松啊。这个战术我觉得他用的有点好，哎，他的这个 timing 把握还有操作都做得非常的漂亮。啊，不过我觉得李洛克是那种在我脑海是那种比较神经刀这样的一个选手。哎，对，今天抽风了，说不定猛如虎的。嗯。哈，大家都说这么短的大帝还是大帝吗？你们不要慌呀！你们不要慌啊！当全世界都在打机械化的时候，只有大帝使出了生化部队。我们这帮看观众现在每天都想着妈的什么机械化、城市化。反正对他们来说，你机械化弄了之后，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去，比如说去玩这玩那的，然后妈就不管了。过个一两个小时过来再看一眼，我们俩死了没有？都是这种人，是这样的，你们说的没有错，就是这样的。我太了解你们了，你们这帮人。
这帮观众都是这个想法。这样的那么轻松的就拿下了一盘，对于李洛克来说啊，还好还好，他是被战术击倒的，还好。就从我的感觉来说的话，从我的感觉来说的话，其实八强里面还算是也还算是就有强有弱，肯定有的呀，就强弱之分肯定有的呀。当然第一场比赛已经是以弱胜强了，第一场，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想过大雨神会在八强的时候就倒下了，这我们都没想过。哎呀，今天的比赛中间肯定会卡很久的，军牌哥的比赛我们都懂的呀，今天我们还可以打执政官的呀。第一场还行，我告诉你。我说我们还可以去打执政官的呀。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待会儿现在八点四十分对吧？啊。待会儿到了到了一点钟吧，一点钟左右，反正结束了，哥就去好好先去弄个饭吃。我今天一天就吃了一包泡面，我觉得我会营养不良死掉的。这种局势啊，其实他们也没什么好分析的，分析个毛啊！这种局势是的呀，有什么好分析的吗？就是那么回事情。好了，这个舞台我觉得并不大啊，这个舞台，哎，这个舞台像以前那个四行仓库那个七楼那个舞台，有像不像？有点像，有点像，不是很大，这个可能大小，可能就 Dream Hacker 的一个小的地方，对吧？对的，我是觉得那个不是很大。好，来了啊！这场比赛看李洛克了。他们还是码率不是很高，这个推的。蓝色的人族选手就是真实大地，出现在了右下角的四点钟的位置，而左上角红色的虫族选手就是李洛克啊，出现在了十点钟的位置。真实大地在上一盘选择了一个火车侠一波的一个战术。这个战术用的非常娴熟，我觉得这也是给了李洛克一个下马威，就是我不一定是给你正常打，对吧？我前期也可以放、可以放战术一波把你干死。主要是现在的真实大地啊，他又会机械化，又会生化部队，也会战术，所以说这种选手很难应对。那怎么办嘛？这种怎么办嘛？我觉得先下手为强呀，这种时候老子先打个一波，对吧？是的呀，这种没办法，只能先下手为强。你说的没有错，就是这样的。你猜不透对手想干什么的时候，对吧？与其被你搞，还不如我搞你呢。对，你什么都怕了，那怎么办嘛？先打个蟑螂狗毒包一波，我跟你说真的，先来个下马威，你也来个下马威，证明你也是有机会一波干死他的。对，看这盘李洛克怎么搞吧。我觉得李洛克的性格好像不太喜欢打一波，说真的。他以前我给我的印象是蛮拼的，就这种。他什么战术都会以前。他是被他的 AVT 是被 Innovation 打爆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什么比赛被 Innovation 打了3-0，三场比赛他尽力抵抗，但是就是敌不过 Innovation 这种快节奏的多线空投，被地雷炸成马了已经。Innovation 那段时间把所有的虫族打爆了好吗？对，哪个虫族在 Innovation 在他手上不是遭得重吗？就那次比赛之后，我觉得李洛克就慢慢的就好像不强了，已经感觉就没有以前那么犀利了。李洛克最强的时候应该是在 MLG 的时候，跟那个 Violet 两个人，对吧？都很强，那个时候打的。看罗哥怎么打吧，他这开局比较像是提速狗之后直接三开的这开局，正常打的。那我真觉得，如果两矿跳飞龙的话，遇上真实大地这种火车侠，六个火车侠八个火车侠一波，还真有点难挡。如果你没有地堡的话，有地堡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挡得住。对，你要有地堡，有毒爆，你才能挡得住，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就提前变毒爆，而且还要看真实大地操作。我觉得这种提前变毒爆这种事情肯定是说说的，你要么就是房子飞得好，刚好侦察到了，对吧？看到运输机了，那你可以提前变毒爆。你没什么没看到，你没道理提前变毒爆的呀。那倒是，就没道理这件事情。对啊，不，你的实力到达了这个档次之后，对吧？你真实大帝这个三 D 甩的有点嚣张啊！这个三 D 会不会是你不会甩成骗城市化吧？这三 D 甩出来感觉要城市化的样子啊！他就告诉你，我就甩了，怎咋跌？我就问你，我甩了咋跌？有这种感觉吗？没有，我是觉得这个三 G 有没有可能是故意让李洛克看的？让你打一波了，不是打一波，就是然后我多出点火从那边绕过去骗你。也不是不可能啊，这个事情。这盘真的大家的还是蛮中规中矩的，蛮中规中矩的，没什么。不，关键是看他这个女妖跑完之后走什么科技，是两 B E 下去呢，还是 V 两 V A 下去？这个很重要的。不，正常情况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应该可以下两 B B 了。这三火车送的有点可惜啊，什么都没打到。四个火车死的有点伤啊，只打了一条狗，两 V 下去了，好了呀，好了呀，这个，哼，你们的愿望达成了呀，你们这帮，妈的，老子看他这个三 D 一甩，我就感觉是要干这个事情，我一眼就看出了真实大帝想干嘛，哎，没想到是这种，哈。你们可以现在，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玩盘，先打一盘星际再回来。我估计这盘都没打完。妈的，现在各种频道里面摇旗呐喊，开心的一逼。等的真是大的比赛，就等这一天，对吧？摇旗呐喊。这四个火车不送，说不定真是大的还不会拍这两个 V。妈一送大烈好。哎呀，这种游戏怎么玩嘛？说实话，我是非常有预感他会拍那两个 BA 的，因为他那个时间点，其实你不管怎么说，你两双 B 不下去嘛，你先把兴奋剂升起来，对不对？他兴奋剂也没有，一系列的表情都是可以看出他铁了心要机械化的。反正现在大家都很不爽。妈，他们爽的一逼，好不好？什么不爽？过一会儿你们就知道哭了，你们爽的一逼，哭都来不及一会儿。不，他们可以把那个屏什么吗？喂？喂？九幺 ？Hello？ 九幺？
我靠，你现在装死是不是？你装死就跑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刚才网络直接掉了。哦，我以为你装死跑了呢。没有，我不是这种人，我不是这种人。不可能的好不好，这种怎么可能嘛，妈现在几点钟，九点钟，如果说是明天早上九点钟这个时候，妈我死，我装，不要说我装不装死，我就我如果说不说话你就也不要叫我了，你应该明白什么情况。我感觉你现在才晚上好不好，刚才想装死的感觉，然后过一会儿回来，哎，我网络怎么好了，都打完了，其实他妈自己出去吃了个饭什么的。哈，不可能的，我四点钟吃了个泡面嘛，现在还不饿。等到晚上，我今天买了一些材料，买一些食材回来，好好做一个饭给自己吃。我家里面也有很多吃的。那你可以让你老婆那个做面啊，做饭啊，或者是……我老婆今天走了，我老婆回金山去了。哦，那你岂不是可以无法无天了？我靠，她在的时候我也无法无天的好吗？好像说的跟真的一样。这种这些话打起来根本就天荒地老，这短期内你根本就不要想着就是说能够怎么样的，就这么回事，反正这种激要打起来，关键你面对的是真实大帝，那个曾经破掉海皇的人，海皇就是被他破的功。这个图框又多。有观众说已经开始在做建筑学了，你们说对了，你妈的，他现在一上来就开始在做建筑学。真实大帝曾经有两场非常经典的那个比赛啊，一场是对那个谁来着，对 Soki 妈打到天昏地暗，还有一场就是对那个海皇，那段时间真的是天昏地暗，我只能说。现在问题是真实大帝这个防守你不可能能够想办法突破的，是的，而且你就算正常的去就用什么牛女王这种组合，其实打这种组合也不是说非常好的。哎呀，你不要去换他坦克呀，你现在换他坦克他只会更猥琐。这种时候真实大帝就跟一只塑料球一样，妈的热胀冷缩，妈你一把坦克打掉几辆他马上就妈缩的跟什么一样。哎呀，真实大帝只要有摆出这个架势大家就懂了对吧。你洛克想用飞龙在天，但是还有机会的，飞龙在天，哎，真实大帝难道推了，妈难道我们看错他了，我靠，这什么情况，他竟然推进了，我们看错他了，我靠，这还是真实大帝吗？这什么情况，费用在先，千万不能换家，你换家的话真实大帝这波推完之后他绝对不会出门了，他都不推了好吧，你换家他就不推了。这波飞龙数量其实还是有点多的我看到了，真实大帝已经看到了一个，已经看到飞龙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去端主矿的出兵点。好了呀，好了呀，现在慢慢送火车啊，送完了妈的家里面一百个防空下去了。真是大帝他在冲动，他在犹豫，他在想推不推李洛克什么 A 正面。李洛克你真的是好，你真的是男人呀，这种局面居然敢 A 正面，我靠，李洛克疯了。但是你别说 A 的还行，妈真是大帝本来这波兵就想跟你换的，你不觉得吗？这波兵还 A 的还行，你为什么不去家里面扫吗？这波你既然都要 A 的，这遭得重啊，飞龙又被拖回来了。我感觉真实大帝还是这骚扰成马了已经。
好，转蟑螂了，李洛克再转蟑螂。你这样只能逼真实他的猥琐啊！你转蟑螂他又推不出来，算的呀。三攻三防了，真是他的哎，感觉还是有点转性的嘛，各种往前推。没有猥琐，我就我只觉得没猥琐。这个时候其实如果猥琐就雷神摸一下，这时候猥琐起来应该各种大炮台，各种的那个。妈的，真是大帝是个好人。那人是会变的呀。黄金矿架住这个点，这个地方黄金矿架住，逼着你来打。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他要猥琐的时候，对吧？他选择了推进，全世界都以为他打机械化，他打生化不对。我们真的猜不透你呀、啊！没错，这散弹可以啊，这个飞龙散弹行，散弹行。我这波飞龙本来数量就有点多，我是觉得三十打本来就能打，本来就能打，三十几条呢。但是战损上来说，我们看李洛克现在人口降得很厉害呀、啊，真实大帝还有164人口，继续再往前推。一般这种飞龙怎么打呢？就是你三四个雷神在前面扛，后面一排围巾在后面输出。对，这是打的最好的一种防打法。感觉李洛克要遭重啊，这个。这真实大帝各种在推，利用火车侠。对，根本无法阻止他往前推进。火车侠各种烧农民，烧的爽的一逼。我觉得已经走了，李洛克已经走了。真是大帝四矿在手，但李洛克有很多钱，再买活呗。你发现没有？再买活继续打呀！真是大帝推了两波，小伙子正面有点强，算了，猥琐吧。但感觉好像没机哦，还是有机会，有还有几个雷神。怎么说呢？猥琐现在猥琐的话，就看那边黄金矿。其实真大，你如果把那个四矿开在黄金矿那儿的话，那我觉得他现在的优势就很大了。李洛克的这个打法主要是战损上面来说还是挺吃亏的。哎，真实大帝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阳光了呀？打的。我靠，这种防空塔刚说他阳光。现在李洛克的问题是他飞龙数量不够了，现在他这波飞龙没有办法解决掉真实大帝这正面的这波推进，正面打不过，有点他现在出牛了。终于出牛，牛狗飞龙加上飞蛇，这个组合其实打也不好打。嗯，你有狗的话，你那狗有什么用嘛？火车侠太猛了，这不来不及吧？推过来要再拖一拖时间。问题，你居然有雾，有雾怎么样嘛？有雾，火车侠也是。哦，他用毒爆来面对对付火车侠，这倒还可以。但是被看到了，现在军坦下你居然被看到了，我觉得你再上一步我还是可以滚你。嗯，哎，我已经被抓了，冲了，哇！但是毒爆好像全部撞在雷神上面了，对，这雷神在后面疯狂输出，牛站不住，我靠，这几个牛好猛。不，牛好猛好吗？是雷神好猛。雷神好猛，雷神好猛，说错了啊！雷神好猛，这打不过了呀，要被推死了。最后六头牛，他到了二十条狗六头牛的情况下，他才152人口，可见他的人口有多么吃紧。嗯。这波农民死不起喽。好，还好，农民没怎么死。这波我可死了21个，还没是下面死的好吗？上面也没怎么死，这有什么区别吗？
还有六十几个农民可以采呀！你这样想呀？就你吃了这一波再说，我跟你说，真的。哎呀，这坦克的小钢炮有点猛啊！坦克小钢炮，吃了这一波再说。吃完了，里洛克还有六十几个农民还在采呢，真是大地三筐采干了，只有一片筐了。哎，你要发现，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真是大，就真是大地从来都没有在家门口遭遇战火过，全部都在里洛克家门口遭遇战火。对啊。我说这场比赛不好说，打到后面，真是大地现在，哎，这波农民烧的漂亮，这波农民太关键了，这样的话，里洛克前这个中期啊，这个经济优势爆发不出来。本来里洛克现在有两矿在采，甚至三矿在手的前提下，如果他有六十几个农民，他可以瞬间把经济差距一下就拉开。真是大地只有一片矿了，农民死的有点惨。对，这一波有点伤了。真是大地这波火车绕的真的有点漂亮。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真是大地喜欢开这种平矿嘛？你开黄金矿会死吗？你不要你如果都把它猜透了，它还叫真是大地吗？这种局面，黄金矿顶个行星要塞就输不了，就输不了。啊，里洛克挂了，这农民被控制的太厉害了。而且真是大地下面这片矿采起来了，只要这片矿采起来，他的整个经济啊马上就可以起来了。而且他已经在转型女妖了，女妖队在加上雷神的情况下对付这个牛还是非常容易的。我现在觉得面对牛啊，其实坦克不架就直接小钢炮有点猛的，小钢炮是的呀，小钢炮的输出很高的呀，打得又快。有观众说被解说弄迷茫了，不知道哪边能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真是大地这场比赛赢了，人族赢了。这场比赛赢的概率比较高，有八成的胜算。这你都不敢下判断，你怎么当一个专业的解说？妈的，这不是不敢下不下判断，我就告诉你，就一波的东西，万一那两把悟的好呢？不可能。什么不可能？真实大地是一个每天都打机械化的选手，怎么可能被悟得好？你以为是那天那个谁来着？那个战队联赛的哪个人族来着？不，你这种你关键你奶的这种事情，太哎呀，输不了这种局面，输不了。现在这个局势的确有点难输，输不了。把这种上去悟呢？雾都被打光了，拿来了。哎，怎么还有个飞蛇呀？哎，这边好像打不过的呀。好像，啊，牛没了，牛没了，打不过的呀，开玩笑的。天哪，两个女妖太恶心，女妖。是不是输了吗？我是一个专业的解说。2-0。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不要吹了，不要吹了，准确的判断胜负。我是一个有勇气下判断的人。不是有没有勇气下判断？你的那种瞬发奶实在是太高了的，这个技能太明显了。2-0呢？什么？我慌的一边，我曾几何时我慌过？前几天那个 B 站那个史丹尼快报，你妈又来黑我，我靠！黑你什么？哎呀，一会儿场间我放给大家看，妈的他黑老子！你以为我不上 B 站吗？每天都黑我，已经黑过我很多次了。我也是每天在关注 B 站的人，我也是生活在二次元的人。什么？这就没了，李洛克就去厕所了，赶紧先撒个尿了，冷静一下呀，怎么办嘛？赶紧撒个尿，免得到时候妈的第三盘被弄惨。我去找一下啊！我靠，已经有人把那个 P 出来了呀！什么东西啊？啊？什么 P 出来了？什么 P 出来了？妈的，我一定要给你看一看呀！大家看看有没有气势，有没有气势？你看到没有吗？哼，通下病夫，妈的，中国人
不是东亚病夫。唉，已经有人批出来了，他都受不了了。批的还有点好，这个批的也好，批的也好。妈的，我在找呀，那个史丹尼快报。妈，昨天他黑我。我的史丹尼快报呢？关键是无缘无故的，人家为什么要黑你？哎，他黑过我很多次了呀，有很多照片都是他从他们那里出来的。什么？难道他的照片比我还多？我先找一下啊。诶，我昨天还看过的呢，悄悄的就看了。哎呦，给你们看嘛，那个怎么刷不出来？快一点呀！哎呀，马上就刷出来了，你们不要慌。五分钟的时候。暴雪电影制片厂成立二十多年来，为大家奉献了一大批精彩的电影，更是在拍摄电影的间隙开发了电影同名游戏。哎，怎么卡住了？如粉丝狂热的渴求，在旗下的电影中已经公映的《泰凯斯的救赎》《中二病也要当女王》前两部曲得到了良好的反馈。这段时间系列终章第三部《大牛一波怎么输》也已经上映，错过了朋友不要慌，我们这就放映暴雪制片厂的最新作品。可能拿到的是 TS 高清版，大家是不是没怎么看清楚？不要紧，其实这次暴雪的最新电影取材于电影附赠游戏《星际争霸二：虚空之遗》，不得不说这款游戏脱离了电影，也是一款非常棒的游戏，所以也是引起了暴雪导演的注意，从某一场星际争霸的遭遇战中得到了灵感，拍摄了这部精彩的电影。虽然我们没有找到高清原片，但是我们找到了电影原始素材。司令要打鸡鸡了，就这么几个部队怎么守？唉，面对 F91 虽然他表现得不错，但是无奈呀，他面对的是 God， 是神，是史上最强的星际二选手。哦，错了，不是星际二，是史上最强的星际选手。哎，耶，怎么卡住了？有点卡啊，哼，想黑我卡住了吧？哈哈哈哈哈！哎呦，我招得住。B 站今天好卡呀！你送一波狗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招得住啊？刚开始吹就送一波狗，不过九幺这边还是有着绝对的优势。哎呀，奶不死的怎么可能奶得死嘛？200人口打神族五个单位怎么输？你告诉我，司令。卡是我自己卡吗？跟我没关系，我没开代理。现在才点开接冰水晶，又死了一个叉，怎么输？专业解说好吗？我是专业解说。他卡了，黑不了我。加冲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司令现在慌得一逼呀、啊，打鸡鸡呀、啊！看到了呀，他在黑你，我看到了呀。200人口牛带狗 A 过去就赢了。哦、他这种照片怎么哪里来的嘛？
算，我去那个。那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在黑我？不死的不可能输的不可能。哎，哎呀，你打水。重新来一遍啊！重新来一遍。好像优酷有的史丹利快报，优酷就不卡了。7:10。面对 F91 虽然他表现的不错，但是无奈呀，他面对的是 God， 是神，是史上最强的星际二选手。哦，错了，不是星际二，是史上最强的星际选手。哎，你送一波狗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遭的猪啊？刚开始吹就送一波狗。不过九幺这边还是有着绝对的优势。哎呀，奶不死的怎么可能来的死嘛？马上200人口打神族5个单位怎么输？你告诉我，司令现在才点下接冰水晶，又死了一个叉，怎么输？专业解说好吗？我是专业解说，只要冲啊！冲！司令现在慌得一逼呀、啊，打鸡鸡呀、啊，司令200人口牛带狗 A 过去就赢了。哎呀，奶不死的不可能输的不可能。哎，哎呀，你打水晶啊，跑去打什么白球？你打白球，我怎么解说嘛？操，司令结冰了呀！哎，我打你妈呀！难道我真的是毒奶？我背不起这个罪名，我背不住这个罪名呀！哎呀！九幺，对不起你呀、啊，九幺。星际二真的还蛮好看的。其实刚才我也说了，游戏，妈的，你说是不是黑我吗？哼，还可以，还可以。哼，他以为我不看的，你知道吗？他已经黑过我很多次了。上次什么？上次那个爱因斯坦那个图就是他 P 的。哼，上次那个叫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图啊？那个什么老婆又丑，儿子又笨，那个图就是他 P 的，爱因斯坦那个。说明他还是有点技术的呀，这种是人才呀。哼，只能祝他越办越好了。靠，只能祝这个史丹尼快报越办越好，在 B 站大红大紫。越办越好。好了，回比赛了啊，2-0的真实大帝、嗯、一上来真实大帝这边选择的又是一个跑火车三基地甩出去，什么意思啊？真实大帝，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不要急，我先看一下局势。李洛克现在这个已经去撒过尿了好吗？我从现在这个局势来看，还看不出真实大帝到底是不是会选择机械化。哎，其实我告诉你，从刚才那边来看的话，其实他机械化也就机械化了，他机械化还是有点攻击力的，对吧？这种东西，我告诉你们，每个人都会变的。虽然有句俗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你看到没有？他已经开始升级兴奋剂了，这种是不是变了？你们这种时候还是要相信我，吓死我了！这样打还可以、啊？不会的，不会的，你放心，不会的。嗯，现在李洛克慌的一逼好吗？原来地堡防空这种位置，各种怕真实大帝再用火车一波。对，不过这而且这个图也比较近，说实话，防一波也很正常。嗯。那这种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种事情，的确是应该稍微防一下的。嗯。而且真大帝这个基地啊，他顶的位置就表示了他很有决心。妈，这里就是哥的支点，人在塔在，妈的人亡塔亡，妈这个地方我绝对不会退让一步。能够开这个位置呢，真是大帝对自己的正面的这一拳还是很有自信的。操作真的还可以，但是我是真的没有，就这次 Dreamhacker 的比赛中，我看他的这个生化部队，我真的没有看他什么拉开，像什么拉开阵势，真的跟虫族
猛干这种事情我还没看到过，不知道他那个阵型拉的怎么样。还行还行，我跟你说，我看过他打，大概他的生化部队呢，大概就是一个标准的韩国人组，很标准。我不想听到还行，我想看的是非常惊艳、非常有亮点的地方。哦，那没有，你这个有这个你高估他了。那没有，你看不到像马入一样的三枪兵啊。倒也是啊，这种三枪兵毕竟少数。对，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韩国职业选手，该做的都做了，该散的散了，该 A 的 A 了，该爆的爆了。这也是为什么，因为这也是原因，为什么他在韩国一直默默无闻的原因啊？我们能记住他的也就那两盘机械化呀。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在韩国芸芸众生之中的一个普通的职业选手。哎，你说你如果在韩国这种当职业选手是吧？啊，你宁愿想当一个就是妈的这种从自己半场，从自己半场像足球一样，从自己半场一直带，一直过人，一直配合到自己就射门那一脚永远都射不进的，还是希望一直默默无闻的，然后就每一脚就是在那边抢，像英扎吉这种，你想当哪种？人人都想当英雄，但是在一个运动项目里面，哎、总有等等，就再播看一下。哎呀，跟你说，就该散的散呀。还不错，对不对吧？该散的散呀，标准的韩国人族选手啊。我说，任何运动项目里面都有这样的蓝领的选手，不是说真是。我想当什么就能当什么的 NBA 里面每个人他们都想当科比，但是又怎么样呢？真正的科比只有一个，对不对？说的也有道理，有道理的呀，你总要有人去做苦活、脏活、累活的呀。妈，我还想当罗纳尔多呢，我还想在前面过人攻城拔寨呢，但是后面的后卫还是需要的呀，谁来当守门员呢？谁来当边后卫呢？有人要默默付出的呀。很有道理啊，说的没办法的，这个东西，真实大帝就是在为三星战队做贡献的一个很默默无闻的一个选手。好，这波双线我们看一下，李洛克是看到了，两边都看到，看他怎么分兵吧。看到了，这边好像分不过来呀、啊，我感觉有点。我感觉这边要被吃完了，这边压力太大了，就看背面这波再回救，能打到多少农民？好像也没打到几个农民吧。还行，强点被埋下。地雷埋下，强点飞龙塔能不能点掉？好像有机会点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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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这个这波，但我觉得这个时候真实大帝不能去送，真的不能去送了，再去送他想要被一波打穿了。我估计真实大帝想的是卡这个位置，李洛克又使出了自己神之埋毒爆，神之埋毒爆，哎呀，这什么情况？不，你不要奶，你如果奶不奶的话，他就炸了。他勾，总会他现在总看到了吧？我还不信呢。哼，总要过这个地方的呀！你相信我呀，李洛克的毒爆就像有磁铁一样，可以把你的部队吸上去。我不信他会能炸到这里啊！哼，那个蛋的，你刚才走个毛，你这种，你信不信？信还是不信？哎，这样一搞，是真大地节奏全乱。本来他是想的是外面一投，正面就卡住你这个位置搞了。现在真大地还要去妈，这个不叫难好吗？这是很正常一件事情，对吧？你刚走到一个坑里面，哎，哎耶，嘣！我靠，这一下有点多啊！你说是不是真实大地就打的中规中矩的嘛？我觉得这波真的大地有点难守，这一波毒爆太多了。看地雷有三颗四颗雷好吗？就看这波雷。反正李洛克又不是弱智，他不可能不躺雷就直接平 A 过去的，好不好？对的，飞龙先切一下。对的，你不要每次上来都是不可能。正面推进啊，真实大地正面继续的往前推，给压力，家里面防守，但是毒爆出来很多，就看地雷了。这个位置能不能卡住？我觉得这个毒爆数量太多了，要被滚死了，稍微隐一隐，稍微隐一隐，要被滚死了。跑了也是对的啊，跑了是对的。现在这个多线是让李洛克现在有点分不过来，但是李洛克的毒爆真的有点多。这个毒爆让我想起了，赶紧走。这个毒爆让我想起了苏本的感觉啊。走不掉了，这波。正面继续推，哦哟，李洛克要滚脸了。
要过年了，真是大的，赶紧收了跑吧。有速埋又怎样呢？炸的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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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的还可以。这几颗雷炸的还可以。这大的人口竟然反超了，你敢信？嗯，有这波赌爆送的有点过了，他觉得优势太大了。对，关键是后面这背面那船兵挂的，他有点烦，他要先解决掉。嗯，他如果说不往这个地方冲，跟他僵持着，对吧？哎，你看。这个时候我又不得不感叹一句，妈的岸本真是强，你看李洛克这个那个军坛，哎，你不要每个人上来就要跟岸本比好吗？岸本这个时候已经满屏幕军坛了，好不好？我只感叹一下。嗯，还是被真实大帝卡住这个位置了，这个位置卡住之后李洛克就难受了，因为飞龙的作用会很小，在这个位置被雷神压得太惨了，这时候换家也换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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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就是怎么办，这时候就看你能不能一鼓作气冲开这个位置，冲不开就机器，这个位置很难冲啊，你要么让再忍一忍，让那个真实大帝再上来一格，对吧？你再冲，但关键现在人口落后太多了，落后50人口，真实大帝就在这个位置卡着跟你打，你怎么打嘛？你飞龙过来就被雷神打，耶，他雷神呢？的确没办法，他雷神呢？哎，不过没关系，在后面地雷已经蹭过去了，没关系，地雷已经蹭过去了。李洛克绕兵也绕不动了，两个雷神在下面，你飞龙过来就被打成马，然后他装一装雷神走，直接把雷神装走，接上上下下卡这个位置，这是虫族一个典型的死法，直接被卡死。好，被雷神接死了，这没办法，被秀雷神呢，打了半天啊，飞龙打光，然后你没剩几个兵，军坦也没了。我后续妹子只要剩着，对吧？对，源源不断的兵接上来就死了，是不是一个标准的韩国人族嘛？也没什么经验的操作。这种局势就是虫族如果一波不能把这个路口冲开就输了，不管怎么说都输了，因为你战损是打不过人族的。对，好，机枪散散开，机器3-0，实力碾压。这个李洛克跟他实力的确是有些差距。好，那下一场我们就要播狗哥的比赛了。嗯，狗哥终于是要出场了。狗哥要打谁？